神所告诉我们的去做，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要应许给我们的。阿弥陀佛，那不说还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不说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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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盖的，就像我们在立一个契约一样。在那边跌多少多少，给要看呢？当我们甲方做到了某种的工作的时候，你的多少多少，那哎呀，那才好。哎，乙方就要给多少的酬劳？我那个到底啊，我还不要多少百分之多少？反正这就是一个约定。我们也好，你要说干什么？也是一个应许。我们也好，你还要按那么说。其实圣经就好像是神在跟我们人在定约定一样。我那都先说还能，那再来我们到高二上都当不到，好像现在都比旧约都没打。所以为什么旧约跟新约，这就是一个约定。所以到了旧约，到了新约，看到那每个人该不能念。那约定当中就是双方要信守诺言。我那比旧约都没念好，我那都是按那来好，那垃圾人都来干，达到该做的事情。按什么来给他说呢？什么来好多？我那么想，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那么到的时候，生命记里面讲到了许多的约定，对不对？什么跟阿泰还有布拉米说了没来？甚至王国的约定，布拉扎哈马哈罗米拉说了，他给生命记说，只要你们诚实的来敬拜我，对不对？还安修去，给布拉贝达旺那么的话呢？不去偏离拜假神，俺这个被达旺他们在上面多少开的来的话，王国签订。对，好了，给大家弄了好了，没让。是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整个以色列史当中，然后那个什么，就一些人提出来了。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还面对橄榄树呢，提出来了。他们随从外族人的风俗习惯，甚至拜神。叫他多多那边了，那边了，那边了，阿爸阿奶奶。神用了许多的先知在那边传警告。你叫他阿爹还听我说了，那个都有见识啊，阿奶奶叫他说话。是以色列民都不把先知的话当做一回事。叫他我出来了，当然这个被等等你的都算了，有见识。是神就让他们的国来灭亡。你叫他好，还有什么都干完啥吧？你把那啥玩意儿给他给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历代志下或者是列王记下的时候，那个历代志下，你跟他一起，跟你的主跟阿拉来好，就是读到他们的王国史的时候，对他们还非常不知道，都还没告诉他们给打掉。说，因为他们不照着神的命令，以致他们的国位灭亡。什么好呢？这个比如六千年都说高差多，完了就稍微过来给打击。就是你没有遵照约定，我们还差不多六都被给压过来呢。如果他们能够遵照约定，那当然他们的国位就一定能够坚定。按照好呀，没有外这个都给批给压过来了，好一咋个咋？给你过来过来给打击的。神是公义的神。什么好？马来亚山过来搞什么的？神所应许的就必成立。按什么来过来？还有按我这说的好咋？无论是在旧约的应许，或是在新约的应许，阿弥今天对今天旧约信息，阿弥今天新约信息，都是这样，是差不多爱他的爱。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这样告诉我们。今天提摩太后书什么说了？我去看了一看。提摩太后书二章第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你说了就算了。十三节，我们纵然失信，但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里讲到我们人可能会被违背那个约定，而不知道当好这个战俘的好隐秘。你还没说了，但神是绝对不会违背约定的。我来告诉他们来好，这个比你还多了什么来？说比较你说，他不能背乎自己。什么来还没了？你还好听过了没有？也就是说，神的话如果不算话的话，我来说了多少人做话的，多少人过来说的？那这样的神，我们拜了也就没有用。话的呢？但是大部分还是我们不搞不话的呢。所以圣经说神是不改变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学习，我们告诉你，他要做我的话的这个。神的话是不改变的话。我说我告诉他做他话的这个话。因为神不能够背负自己。什么？他们告诉你，也还不能跟他们说。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三十篇一百十七篇说，他的诚实是存到永远的。所以今天我说好，要修这个，我告诉他，哎，也搞成了。神的话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我那时候到时候感觉到处了，算了，考完山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为旧约来做背书啊。一定要把它点着，我说你什么都能，把给你旧约写下。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
우리가 파이어 달리마 따스카 파우마미 발라키소 그러니고 아니 말로 정치율이파 우리가 파우마 바바치 그러나마 그러냐 이미 세상의 천지도 被 폐치的时候 아니네 다바노가가라 아니마키소 파우이 니바상의 이때 이화 도구연고 폐치 우리가 보내스노라티를 느끼는 일이 파우사마나 파라키사노키야 성진의화 不管时间空间的改变或面貌都一样不改变的这样子的话才是得存到永永永远的相信神的人真的到了 才能够得救。所以呢，今天我们得救的人应当要懂得去如何的去赞美神。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句话这样子告诉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常常赞美神。今天还有什么？不要忘记了神的恩典。 아멘.
Oh.
了，我们个案本来是准备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我被欢迎啊，好舒服啊，这样，谢谢，来，你好，来，你好。
啊，三个都是三个多好的，经过总部能量去福清华弟兄啊，福清华弟兄，我发言了，我发言了。对，啊，我指导者能量，我领会人员啊，也来过，来年你过段，我三个再好的。